真的还没有规则吗？没有规则的话，那很简单，就打电话回棚内问军哥，到底规则是什么？哎，我觉得呀，这神笔马良啊，有可能他们是这么一个游戏。然后啊，大部分人准备一些东西，让小弟弟们猜。是不是这意思？甭管是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们就不玩了啊。这不行，这责任大了，这个。别，还是听人家组里的要求，我就是瞎猜。